上班就只是做了一天，为什么还会觉得很累？上班一天后感到累，可能有几个原因。一、身体活动不足，长时间坐着或站立可能会使身体感到疲倦。二、认知负荷，需要集中注意力和处理复杂任务，可能会耗费大量精力。三、情绪压力，工作中的压力和情绪波动可能使人感到疲惫。四、生物节律，白天工作后晚上可能影响到身体的自然休息时间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可能导致即使只是一天的工作也感到很累。为什么有压力人会觉得累？这是体内产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吗？是的，有压力时身体会产生应激反应，这涉及到多种生理和化学过程。一、皮质醇释放，压力会导致肾上腺皮质释放皮质醇，这是一种应激激素，可以影响能量代谢和抑制免疫系统。二、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，这两种荷尔蒙在应对压力时会增加，促使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，增强警觉和反应速度。三、神经递质的变化，如多巴胺和血清素的水平可能在压力时发生变化，影响情绪和情绪调节。这些生理反应可以耗费体内的资源和能量，导致人们感到疲惫和累。 Perfect， 你还有什么问题评论区留言。